少。战事之后啊，在外，守门先生，我还以为你又来要不着我了。啊，巴格里先生，打进我有句古话叫各位记住，我希望你不要计较从前的事。你惦记他？看来在北京只有巴格里先生有如此大个能耐，能把各国的政界、外交和商业的实际任务同时进行分析。你给我讲讲，守门先生，你给我讲讲。我希望你今晚能过得愉快。你拿。One more. Never enough. Okay. 啊，亲爱的杜，为这当真重返法国，我们可以接着跟你争。没想到你这么胆怯，害得我只好追到北京来。生意躲不过我，在金方白日的阻挠我去罢了。我忘了我们家不能，我们得睡。我忘了你们俩是不得不成交。I hadn't noticed the mistake. Oh, but I have. Now we continue. Now come the girl. 当年我和你母亲在巴黎的舞会上促进了风头，她的风采使人改变了对中文的看法。不过你已经出了的比她更美了。她真的是一个值得让人怀念的女人。对不起，这会不跟生意难过。咱们换个话题吧。俄国出了一本引起轰动的新书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她讲出了一个女人的命运。我听说过，书上说女人的命运就是爱情，是这样的吗？如果她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从命门一死，你说哪去爱她？爱情的女子更惨，往往一死的权利都没有。我觉得这女人太沉闷了，你看好像很多人都快睡着了。你不觉得用大型的四组让搓摩扎克很奇怪吗？这是在大型，不是在巴黎。Enough?